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班大叔，欢迎来到本期的《关键的观战》，一把宠爱的小丑啊，前锋机械勘探加魔术，这道阵容魔术师其实现在打小丑蛮厉害的，三根魔术棒，那小丑碰到魔术师就得断句啊。大船这边过来，第一个点魔术师这边已经有一个分身放好了，那这个点等于说就少，对于那个小丑来讲就少了一个口子啊。抓不了了这个位置，我觉得这个位置抓魔术师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啊！他三根魔术棒，两根都不好抓，算了吧。哎，对，这边算了。抓机械，抓勘探，勘探的话有断句能力，要看位置，要看位置。这边的话过来是第一个点是机械师的娃娃，这个娃要不要打的？打了这个锯断，这边。还是来打娃了，娃打了以后，这边刚好这时间卡的也是准啊，刚好这边是张狂起了那个一阶，顶掉了这个 CD， 没有 CD， 第二波剧直接开车，马不停蹄。这个节奏点，其实我觉得求生者还是好打的，因为小丑他第一波打的是结实的娃娃，对于求生者来讲的话，这边全员满血，前方拉了波球，一句打上以后，这边有闪现，三二一走你，果断。我们可以看到他前期其实抓人的节奏很慢，但是这波前锋抓的确实很迅速。勘探员这边想来搞事儿吗？来不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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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话，这里搏命勘探员应该不带搏命吧，这是个双弹勘探，魔术师可能是个飞轮。哎，魔术师也是个搏命，那魔术师个搏命的话待会儿可以砍到救人。魔术师救那个小丑的人还是蛮不错的，在那个椅子旁边放一个分身也可以救啊。机械师来救，机械师来救的话，这个位置打一刀追个双倒。不过机械师的双倒呢不是特别值钱。这边哎哎哎，这手是为什么呀？是刚刚打上机械师也打了，他这边来回晃悠了一波。那这样的话要消耗一个推进器，这边这个点位前锋倒是可以再玩一波，但是我觉得来回拉几次以后前锋该倒还是得倒。因为宠爱的这个车技是真的没话可讲，刚刚那波双倒我觉得可以打，打完双倒以后推进器嘛。这边磁铁搞一手，还有，那你别走，你别走，小伙子你很勇是吧？来，我先给你来上一句，好，吃块板子，没能吃到，没能吃到，这个勘探员应该不敢过来搞了吧？这里想要抢这边的这台遗产机，有一说一，这把球人打得有点勇了，一刀打中魔术师，那这样的话魔术师也不好救人，三人残血，除非这波能够把前锋摸起来，让前锋拉一波大球走。勘探员，好的，那前锋拉一波大球走，那就只能换挂勘探员压这边的机子，但是核心问题还是一点，就是球人这边不太好救人，这边怎么救人呢？全员残血，前锋可以考虑一波撞救，前锋可以考虑一波撞救，牵起来。机子是被压住的，所以这台机子我觉得穷者动不了，他们只能选择放弃这台机子，外面重新修。接着娃再摸魔术师，哎，那可以，这波魔术师摸完以后，魔术师救人，且魔术师手里有个搏命，哎，那这样的话还可以啊。这波接着娃娃把魔术师摸上的话，确实给到了一个机会点了。但怎么说呢，就是这个点位的机子还是亮不掉的，你们真要抢这台机子待会儿是可以选择干嘛呢，就是那个让魔术师救，好，选择切市场的勘探员这边倒地拉开不倒遗产机，魔术师这边的话抢起机子80，小丑我觉得这边挂上以后要推进器往外打一波，现在还是那个问题，机子确实修开了，这波他搏命套上有机子修开了，但是外面我们可以，我刚看了一下机子还是不够。如果说这边小丑往中场挂，哎，他挂海滩吗？挂海滩的话好像不太行啊，挂海滩的话外面的机子可能就够了。算一下，中场前锋这台能修掉哦，也不够也不够，这把还是节奏打乱了，修机节奏被打乱了，因为前期魔术师没有修，然后后面的话接手娃被打掉，再抓前锋比较快，所以从整然后勘探员的打架整体上面来讲，他们修机的时间真的不多，以至于他们的机子还是偏慢的。那现在的话找到魔术师，将魔术师击倒挂上以后，小丑这边的话一个推进器往外顶可以争胜的，前锋这边半血救不了人，他这边甚至可以不挂去找前锋，对，漂亮，宠爱这个小丑大局观还是清晰啊，我感觉我上帝视角看机子的一个状态没有他清晰啊。
前锋这边应该是想拉球回来把这个小丑的锯给撞断了，但是没能成功，前锋倒地，二挂前锋。技师师即便你有球，但是半血救不了人。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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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把前期的车技我们看到了，中期的控场我们看到了，后期对于求生者这边的一个距离位置包括机子的判断非常的清晰啊。赢了赢了赢了，没办法，这个局已经回天乏术。哎，拉了一波球来跟过来，能捞下来吗？啊，丢金前锋还有一小段球，魔术师这边还没起，魔术师应该吃了钻头的。一刀隔窗刀，五秒钟下一个狙，他这边选择再补个推进器，稳中求胜。这个推进器一顶的话，应该是一定牵制不住的啊，一定牵制不住的。啊，这样的话应该是结束了，直接投降了。魔术师教自己嘛，教自己也没用啊，这挂飞以后他这边把机械师挂上，一个推进器往外拉，找到魔术师完成四抓。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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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分身，哎，漂亮，天哪，改到不进步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